把苹果放到空气炸锅中给大家烤一烤，出锅瞬间变美食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这样的做法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赶紧分享给大家，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苹果，用菜刀把苹果给它一分为二，把苹果我们给它切成片，切的片稍微薄一点，把切好的苹果片我们放到空气炸锅中，空气炸锅里面放入一个空气炸锅纸，把苹果片我们均匀的给它摆放整齐。摆放整齐以后，里边我们再加入些奶酪，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空气炸锅中，温度180度，时间8分钟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空气炸锅。哇，看着太好吃了，我们把它放到盘子中，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苹果派就做好了。学会这样做呢，孩子吃了以后啊，天天嚷着让你做。今天苹果派的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在家给孩子做个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